伫后壁面等足久的吼，为着莫叫伊等伤久，即摆就安排伊的女神出来，互伊表演落看吼。来，后壁面请即个下来，嘛是同款吼，要甲咱邀请着吼，咱的实力派的吼，咱这算是咱的钢管辣妹秀舞的表演。好，要来邀请着咱的君君，要来带着吼，咱第一首吼，有要唱吼？来，安排咱君君的去了吼，表演来。不是你要落去台卡等啊遐，你想要台卡等吼，等下就落找你啊嘿。来来，安排的君君，好听的歌曲。跟张君君，谢谢。你紧找一个较好的位吼，等下君君唱完就落找你啊嘿。先卡位。伊就足无用啊！哎，你莫阁叫我做提糖仔啦！伊个脏气，伊个脏气哩！哎，你等下下暗晚时甲你拍牙霜哦，你等我一寡糖仔提了了，提去送亲啦，安尼吼，哎，袂哦，真正讲的哦。来来来，今仔日吼，哦，咱除了讲吼，是来甲咱的庆祝吼，哎，咱的吼，咱的万岁恭圣离开安祖，哦，台顶非常好的好日子，嘛是吼，来恭祝着吼，咱的中大太祖万岁，以及着咱的六方天上圣庙，北极先天上帝，以及咱的武财神文昌帝君吼，立为尊神，圣诞千秋啦吼，所以特别甲咱安排着咱这恐龙暗暝，咱的恐龙暗花，同齐吼来来来甲咱做些，啊，第一只吼来来恭祝着吼，咱的立为尊神，圣诞千秋千年秋，嘛相信吼，哎，欢喜来甲咱祝寿贺寿，和咱大家回去了后，咱当添财气、添福气，各位当来家添贺寿。啊，相信吼，咱的万岁宫吼，咱的文武武之时，嘛来灵感庙着咱罗华众地主神寿大典，以及着咱今咱的赤柱当署长啦吼。每一个人拢当求财得财，求利得利，合家平安，事事无灾，大家大利拢当来家赚大钱啦吼。非常感谢，谢谢啦吼。来，你甲看嘛嘞，一个小粉丝安尼，吼，主主舞台都开始献好了后，就伫后壁面定定定定，甲你到位安尼。哎呀，自头尾吼拢甲，敢若听到你的名“君君”两字，我著甲你讲，你莫去甲万岁提糖啊吼，嘿，较乖去转来，敢袂使？你安尼呼到我的麦克风，汹涌跳江，嘿，对，不要再去拿了。元帅说他的糖果快没有了，是的，对，他也要输。他说你拿我的糖果去那个撩妹，这样子有点不可以。你也知，真的吗？你晚上睡觉会看到一个拿尖尖的东西吐你的屁股哦。哎，等下，唔知你刚，哎呀，唔知唔敢恐怖哦。哎呀，无啦，别，等下拍到啊。别啦，万岁应该吼会比较惊伊啦。系啊，伊这囡仔吼真正太顽固了，我懂。系啊，足够水的。哎，你舞台顶咧
走去哦，拄仔小青咧讲，咱咧行走卡咧咧。走卡咧。嘿啊嘿啊，伊个行来行去，暗光咧袂歹啦，真加咱舞台顶的趣味。啊对啊。笑声连连有无？嘿哦嘿对是。你好。嘿。你去其他个食完啦呀？伊去食完换新的啊。哦，你安尼，等你回去要刷牙，你敢知？嗯，知道吼。知道。你没有刷牙，那个蚂蚁会跟你睡觉哦。对呀。好吼。好，伊就伊讲啊，你甲我看者。不是，伊即马徛咧这艺术，是讲你赶紧紧去唱后边迄首歌，伊咧等待你落去甲来台下甲笑，嘿。接下来，来继续。你的歌，你的门牙掉了。你的歌，你的歌，你的歌。君君，我们唱你的歌。小苹果，谢谢。哎呦，你看，哦，面红起来咧，伊害羞了。姐，听讲君君安排小苹果咧，哇，来。就像一颗中心人，终于走出了过时期，也是个伟大。君君替你，我帮你拿糖果，来，要我快点，不要害羞，快点，来呀！我叫君君给你开，好，让你给我去。你要不要讲？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你是害羞吗？可以啊。一切都是你，你干嘛跳水？你先先马上那个点点你也袂听，等你话。你是我分享的小苹果，什么爱你都不嫌多。我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。我，你是我分享的小苹果，什么爱你都不嫌多。春天又来。我给你跳舞，你快跳！我只有你敢做这个呀！快点！你是浪机吗？我感觉你可能搜寻不好的话，叮咚！什么浪机嘞？你有讯号好不好？阿里几只？从不觉得你好压力，你的一切就喜欢，有你的每天都是新鲜。有你阳光更灿烂，有你黑夜不黑暗，你是白云，我是蓝天。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，夏天我一起陪你看星星穿越，秋天黄昏与你相拥在金色麦田，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。你是我想要小苹果，你买够花君君的没在？我觉得他比较黑点。是很贴心的为他点的歌，结果他一直看着你唱歌的时候，他是很深情的眼神，一直搞我。对啊，我都觉得我是我家己一直拍摄安娜，安怎？伊要给你知啦，来对嘴。你拄只对伊唱歌，然后我安尼甲 A， 伊拢无动作，你敢知？刚刚无说你去摸到伊的脸颊，所以脸颊小滚滚，小滚滚。我安尼我会叫安公公报警，点歌。两只老虎，你的歌呀，好，一共他的歌，两只老虎来，该酷狗节了，哎，小小粉丝 ，OK 了，满足他一下。他说他要唱的啦。啊，你要唱还是君君唱？啊，你要唱呀？哦，错丢，我喜欢叫君君唱两只老虎。那是哪个节目？
浙江给我掏几番去两次了。来啊，你要唱两次啊，我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，给你。谁？糖果我帮你拿啦，刚才没空快。你讲这个糖啊，想要提来？我帮你提，我帮你提，安尼啊。我服务就好，来来来来，你站这边来。君君，那支借你。你才有的哦，这支君君多少用过啊？你待会用回去莫洗手哦。来，两只老虎是不是？是哈、哦，来老师嘛，然后走落去哈、哦。我袂甲你偷钱，你莫个看啦。心内有一个感慨。哎，我的糖果。无啦，等下啦，我讲煞嘞，敢袂使？你足赶紧的呢，你足赶紧要食糖啊的遐。等下我拍落去。袂啦，我袂甲你食糖啊啦，阿姨没有吃糖果的习惯，你放心。我是要讲说吼，自开始我来到伊看到你了后，他总算刚刚正眼看了我一眼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对对对。那袂输我叫普威的字幕哦，我有看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哎、欸，真的嘞。我才会走马顶的款哦，哎，无拄我先来唱歌咧，我徛咧安尼。走马顶，敢有光明顶做大粒的？光明顶，伊也唔知看哪里，伊也唔免的啦。哦，伊也光明顶，因的爸母拢替处理好势啊。妈妈，没错。我想讲奇怪，奈当时安尼这认真咧甲我看，你敢知？哎，原来我才会走你就对啊，吼。我哪拢无了解吼。系啊，我嘛唔知呢。我做主持徛伫台顶才久着，我唔知我身躯顶的处理讲。我若忘词，我就看你着哩。靠腰咧，你来着呢呀？来啊，继续起来。秀舞秀舞，谢谢。要秀了哦，你要不要去拿椅子来坐？不要，你要站在台上就对了。We'll be right back.